哎，姐，你真觉得我长得那么丑吗？幸福的女人是最美的。我现在真挺幸福的。你越来越美了。真的，欣姐啊，我们这个周末要去北戴河玩，你要不要一起啊？北戴河。妈妈家呢，还是在你自己家呢？我没在我妈家，也没在我自己家。你这……我有个约会。啊，那行，那你忙吧。你晚上回家以后给我打个电话。好，拜拜。啊，再见。来了，谁啊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约会。啊，你一个人住这么大方。租了一辆面包车，他们来玩，我来看你。我饿了。那吃饭。这回你来啊，也没法带你出去玩去。我想跟你一起去海上，咱们俩坐着船，哦不，啊，咱们俩坐在一个大的树叶上。树叶上。我们俩能看见天。看见星星，然后你给我唱歌，这样就是死了也值了。哎，我可不想死，咱俩还没结婚呢。我想了，等咱们俩结婚以后啊，就好好过日子，过平平淡淡、安安静静的日子。你和我，白头偕老，一辈子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。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你坐下，让我也好好看看你。我也感觉有一年没有见到你了。我们俩总是打电话，见不着面。我好想你啊。你先洗个澡吧。我洗完了。
亲爱的，我去工作了，你起来以后记得吃早餐。今天我会和同事们一起回去，回去了之后给你发信息，爱你。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呀。骗人，我一看你就有心事。哎，昨天你给那大夫那么一个大的惊喜，他晚上是怎么报答你的？看把你给色的。讨厌，快说说呀，说说。我问你啊，你跟汤姆结婚，他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啊？那方面？哪方面啊？性生活。啊，秦姐啊，秦姐。哎呀，我想咨询一下佳慧的婚后生活嘛。哎呀，讨厌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家徐老二啊，没别的本事，那方面还挺强的。所以说，人不可貌相。经理好。我说一下，晚上有几桌宴会，下班以后大家都别走，那个全体加班。阿琴姐，你来我办公室一趟。敲什么呀？快进来吧！讨厌。上面已经批示了，下个月正式任命你为厨师长。哦。哦。哦。谢谢领导的提拔。不是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你没别的事了吧？没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哦，什么情况？阿琴姐，你是不是要请客呀？为什么要请客啊？你不是要升官了吗？谁告诉你的？还没有任命呢。我们家徐老二在被窝里告诉我的。那就请呗。哟，还挺不情愿的。怎么了？你又失恋了？没有啊。那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什么事儿。我问你，你给我小点声回答我。哦。一个男的，你一个女的。他们俩第一次有机会在一个房间里睡一个晚上，会怎么样？干柴遇烈火呀！小点声，小点声。但是那个男的没想法，对那个女的视而不见，是什么原因啊？你确定是热恋？嗯。第一次同睡一个房间，男的没有行动。性无能。吃饭，吃饭，我吃饱了。你觉得这世界上有完美的人？嫁给我吧。
刘大夫本人一定在神经和精神方面存在问题，严重了可能是疾病，轻了也是非同寻常。你没发现他有什么不正常吗？啊？哎，好像是蚊子。越是表现完美，他越可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。第一次同睡一个房间，男的没有行动，性无能。阿琴，等你半天，哎，以为你今天不上班了。上班啊，已经迟到了。那我送你吧，来。在你们家楼下等了半天，打手机也不通，我一想啊，可能你去你妈妈家住了，白跑一趟。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呗。昨天你加班，一天没见到你，我一想啊，我今天送你上班，再接你下班，这样你就跑不掉了。我往哪儿跑啊？你今天不上班啊？哎，我不刚会诊回来吗？单位放了我一天假。你今天能请假吗？哎，我想带你去看一家婚庆公司。那老板啊，以前是我一患者，我那天给他打电话，他说了，他一定要帮咱们筹办婚礼。咱们从他那儿出来以后啊，可以去订婚纱，完了以后吃饭看电影。啊，真的是好诱人啊。那赶紧行动吧。这几天酒店太忙了，最近是结婚热，结婚宴特别多。还有领导已经决定让我当厨师长了，这个时候我老请假不太好吧？呵，没想到你还是个官迷。我怎么是官迷呢？我干了这么多年，能当上厨师长也是对我这么多年工作的一种肯定吧。是，没错，你说的对，在工作上就得有积极向上的态度。我支持你，咱们的事儿啊，迟一两天无所谓。哎，不过下班我得接你啊，下班以后你就得归我了。那好吧，我今天要是不加班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过来接我。好的。慢点，下午见。阿琴姐，我问你，那个问题是帮别人问的还是帮你自己问的？什么问题啊？就是两个热恋的人第一次住在同一个房间，什么事都没干的那个问题。帮别人问的？得了吧，我是缺心眼儿，我不是没长心眼儿。你大老远的跑过去见你的刘大夫，住了一个晚上，结果你回来你就失魂落魄，然后你就问我那个问题。你不是帮自己问的，你还能帮谁问的呀？你是神探亨特冯啊，还挺会推理的嘛。我推的没错吧？我也没想到他会是你说的那样吧。不是你不敢相信，是你不愿意相信。因为我还没有最后确定，所以我也不敢乱说。那你得赶紧确定啊，等领完证结完婚再知道有问题那就晚了，麻烦大了。那过去是结了婚之后再上床，现在是先上床再结婚。过去风险太大了，发现问题那都结了婚了晚了，现在是什么？
现在必须要在结婚前把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了。姐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特别赞成试婚，我试一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？那你跟徐老二结婚之前就那个？那必须的呀。你看他那个人啊，本来就娘们唧唧，挺可疑的。我要是不试一下，我怎么敢嫁给他呀？他怎么样？姐，我跟你说啊，算了，别说了。你怎么试的？音乐、红酒、性感内衣，拿下。来了。等很久了吧？没有，刚一会儿。来，上车。领导还让我加班，我请假了。真的？太好了。我给你泡的桂圆红枣茶，趁热喝吧，解乏。哎，多喝点啊。哎，我准备开车了。那个，你一会儿喝的时候告诉我一声，我降慢速度，这样省得烫着你。想吃什么？中餐还是西餐？回家吃吧，我来做。你不是喜欢吃我做的饭吗？哎呀，还是算了吧。我当然喜欢吃你做的了，但是你上一天班了，上班做饭，下班还做饭，太累了。不累，两个人的饭简单。你真的不累啊？别为我勉强啊。真不累。家里过日子嘛，不都是上一天班，下班回家做饭吃吗？其实啊，我也不太喜欢在外面吃。我自己一个人在家，我也会买回来做着吃，起码卫生啊。哎，你给我做啊，我真的不在乎吃什么，就是喜欢看你在厨房里忙碌的样子。你在那儿忙活，我就觉得特别幸福。哎，能到我家去一趟吗？我想拿点东西。行，没问题。我做晚饭了，你一会儿忙完了回来吃饭吧。哦，好的。好的，好的。要不我过去接你吧。不用不用，你不用来接我，国光。我待会儿让小鹿送我回去就行了，啊。哎，好好好，我正忙着呢。嗯，我等你啊。
是一个恋爱的季节，空气里有情侣的味道，孤独的人。阿琴，你要干嘛？是的，别动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啊？你要干嘛呀？你这是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？为什么不喜欢你啊？我不喜欢你，我干嘛还要跟你结婚呢？那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？你身体有问题是吗？我身体没有问题，我很健康。那为什么呀？不是你想干什么呀？你上次出差我去看你，你让我去洗澡，等我洗澡出来，你穿着裤子在被窝里睡着了，我就觉得很不正常。怎么不正常了？难道我们俩发生关系才算正常？为什么一男一女一定要发生关系才算是正常啊？正常的男女不发生关系，我就觉得不正常。你怀疑我？你怀疑什么？怀疑我性无能？我告诉你，我很健康，但是我不想。你是不想跟我，还是不想跟所有的女人？阿琴，还记得你第一次到我家来，我问你的问题吗？当时你就坐在这儿，你记得吗？你坐在这儿，我问你，你怎么看待性？你当时是怎么回答的？性对我不是最主要的。对，性对你不是最重要的，而且你还说，作为一个女人，一个男人的包容、理解、宽容、关爱才是最重要的，是不是？两个人只有真心相爱，其他的都无所谓，那才是最幸福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里头，我所给你的一切，我的理解、包容、体贴、关爱，达到你的标准了吗？我很爱你，这是真的。我心疼你，我照顾你，这也是真的。你满足了吗？是你说的，你跟我说性对你来说无所谓，没有也可以活呀。我正是因为听了你的这些话，我才觉得我们俩太合适了。现在我给了你所要的一切，你又开始要别的了，啊？你们女人怎么全是这个样子呀？知道我为什么离婚吗？我的前妻就这样，她什么都想要。上床就那么有意思，啊？我们活着能不能有一点更高的追求？对吗？女人怎么这么贪婪呢？啊？你给了她所有的一切，她开始要别的。当然，我并不是完全在说你。电话，啊，电话，我的，不，不习惯，哎，喂，我想跟你聊聊，你有时间吗？我有时间，我有时间，啊，那咱们还，
老地方见，行吗？啊，你别急啊，你等着我马上就过来。哎，杨老师，这事儿要不要跟果果先说一声啊？哦，对，应该跟果果说一声。喂，老公啊，你到门口了，我给你开门去。我在路上呢，但是我现在不能回家。为什么呀？我突然有点急事儿，没出什么事儿，挺好的，啊，你先吃吧，我回去再吃。老公，我准备了一个下午，我是想为你庆祝。喂。喂，果果，杨老师跟你在一起吗？他去干什么了呀？不是，杨老师都准备回家吃饭了，我都给他送到地方了。然后我爸来了个电话，说找他有什么事儿，好像关于实验室的事儿特别急。然后我就给他送到他们见面的地方去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露露，谢谢你啊。行，没事儿啊。拜拜。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你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？说话呀！没什么事儿，心情不好。雅琴，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吧？半夜了。那你没什么事儿，你能心情不好？我愿意。你说出来，我也能帮你解决呀、啊。阿琴。逃得好吗？挺好的。咱妈呢？挺好的。咱姐呢？挺好的。你呢？不好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失恋了。你开玩笑了？发自内心的高兴吧。不，你真失恋了？我今天叫你来，就是想让你看我的笑话的。我说什么了？我没看你笑话。你当然看我的笑话，你刚才就笑了，你干嘛不大大方方的笑呀？你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我怎么可能幸灾乐祸？我不是那样的人吗？我。你当然会幸灾乐祸，你应该幸灾乐祸的想，不是你要跟我离婚的吗？你要死要活的要跟我离婚，你离了开我会怎么样呢？你现在过得好吗？你会有好的生活吗？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。我没那么想，你怎么想？我是这么想的。哦，对了，我不想让你好过，我离开你，我就希望你左换一个，右换一个，一个不如一个。最后想一想，还是你前妻最好。我真那么想，你给我机会吗？你想怎么样？你给我机会回头吗？回头是岸吗？暗无天日吗？不给，永远也不给。算了。我倒是想回头，恐怕没机会了。电话。不接。我怀疑是桃子呢。睡了。万一是那大夫呢？断了。阿琴，我跟你的想法就不同。我希望你幸福，你一定能找到幸福。我告诉你，哪个男人能娶上你是他的福气。哎，退一万步讲，就是没人要。还有我呢吗？你说这话，我是应该感动呢，还是应该鄙视你呢？你对得起果果吗？对不起他。
作为夫妻，我心里老揣着前妻，这样肯定是不对的。但我没办法呀，我有时候心里，你想爱谁不想爱谁，自己说了不算。再说她嫁的并不是我这个人，她嫁的是我的身份、地位、金钱，她想要的这一切我都给她了，啊，那我平时想想谁，我自己心里还不能做主吗？女人就是这样。因为他千方百计想要一样东西，你好不容易给他了，他又想要别的。女人，我告诉你，女人世界上最贪婪的动物。阿姐，阿姐，我说的不是你，我刚才是泛指。温度不低，体温计呢？降好了。饿吗？你要是饿，我去给你买粥喝。你怎么突然好好的就发烧了呢？昨天晚上受凉了。你跟我妈说吧。没有，她一早出去了。桃子也上学了。嗯，走得可早了。现在小孩真可怜，天不亮就上学，天黑了才放学。病了没告诉刘大夫，正是撒娇的好时机呀。怎么了？吵架了？不会是分手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别哭别哭，你快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！你别哭啊，都怪你。怪我什么呀？因为你是一个乌鸦嘴。看出他问题了啊？说说，他有什么问题？生理方面还是精神方面的？我也搞不清楚。你说，我帮你分辨。
赶紧看一下我烧多少度了。哦，也不低呀，快39度了，去医院吧。走。我不想去。我想喝开水，你给我烧开水去。哦，好。吃上了，你也不叫我一声啊？不是说夫妻同餐吗？怎么了？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去茶馆见阿琴了。昨天不是说好了回家吃饭吗？为什么去见他？我其实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，然后接到了他的电话，他在电话里一直哭，我特别担心出什么事儿，就过去看看他。他在电话里哭，你就去找他了？那我要是当时给你打电话，我也在电话里哭呢，那你回家吗？你还是去找他？那我就先去找他，然后再回家呗。不是，那我也可以先回家再去找他，不，他不会同时发生的。那要是同时发生了呢？那不可能，他总有一个电话先进来。这还讲究先来后到啊？